嗨，印象生活旅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子贤，很开心又能带大家去玩哦。我们这一次到了台北的松山火车站，要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前往台东市，那隔天一早去富冈渔港搭2.5小时的船去兰屿玩。所以这一次蛮特别的，就是我全程会使用手上这一台非常轻巧，然后一手可以掌握的 EOS R10 这一部最新上市的相机去兰屿探索一番。然后更特别的是，这一次还会搭最新的自强号所卖的腾云座舱这个商务舱的舱等，然后去体验一番到台东这个4.5小时旅程，它会提供我们什么服务呢？所以我们就带着 R10 一起走吧。4.5小时的腾云座舱的体验啊，我们终于到了台东站，就是现在我们身后这一艘，我们准备要跟他说再见哦。那我们明天就往兰屿去。我们现在在台东的富冈渔港，准备要搭船去兰屿哦。那到兰屿大概要2.5小时的时间，所以如果你不是习惯坐船的人，然后加上这种有点阴雨的天气，或者是风浪比较大的时候啊，你建议你还是吃个晕船药，再搭船会比较轻松一点啊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看看坐船以后风浪如何，那如果没什么风浪的话，再拍照给大家看吧。所以我们兰屿见喽。跟台湾不太一样哦，马上就变成海天一色的大晴天，超美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坐摩托车，开始做我们的兰屿的旅行了，走吧。Thank you.
还有来兰屿，除了山羊看不完以外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宠物可以看哦。我们来看看谁。我们看到这只超大的猪公，还有獠牙呢，很可爱吧？而且你看它很悠游自在的吃饭，我们就不打扰它喽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就靠伟伟教练带我们了解平板舟的文化，然后试着划自己划平板舟这样子的行程，来体验看看达悟族的一些传统的技艺。好，我们出海去喽。待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啊，终于到了旅程的尾声。想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一次手中的 R10 配上那个1845的 kit 组啊，在兰屿实际拍摄的情况是如何。它作为算是第一部最轻巧的 APS-C 的 R System 相机，我觉得它非常轻巧，而且一手很好掌握，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太多负担，我觉得是一个旅行非常轻便的一些好用的相机，加上现在 RFS 这个非常轻巧的镜头，其实对我来说，其实一机一镜这样的 kit 组在兰屿这种比较平环岛式必须要骑车旅游的一个状态下的话，它是一个非常好携带的一个组合，特别是你只要加一片很简单的49mm 非常便宜的偏光镜，它就可以完成你所有白天的一些风景上的拍摄啊。那再来特别要强调，就是 R10 也承袭了 R-System 现在拥有的动物眼球对焦，所以其实像在兰屿这种动物非常多的地方，像羊啊、猪啊、猫啊、狗啊，其实都非常好拍摄，其实你也不会去太刻意去惊扰到动物，让它们跑走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那最后就是我觉得最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 HDR 的这个功能，它在很多一些晨昏的状态下，特别你开启 HDR 的时候啊，可以非常简单的按下快门，就可以拍出一个非常好的照片，就不用需要像以前传统单眼的一些摄影技巧的设定，
很繁琐的设定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简单、轻松，但是又很漂亮的一个照片。那之后还能带 R10 跟这 Kid 组去哪里玩呢？我们就期待下次见喽，拜拜。